我是晨曦中学，我是深海中学，节目主持人的好用心，专门这个。我的也是晨曦中学。我从哪儿找？书包。为了 cos， 头发都剪了。我明白。看别人的时候挺开心的。对，而且。 但是这时候真的好，那个婴儿肥好很明显。对，小上，小上，高速我，都是心跳的证明。那些不一样，很清晰，谁都不能否定。我视力太差了，根本就看不清我们的嘴型。你原来真的看不清，不是看不清，是听不清。 只有双截棍，他是罗一舟吗？罗一舟吧。我以为的差距，如果是背对而已。你的嗓子可以吗？两个世界的交界。 三月二十二号是一个什么日子？三月二十二号，我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日子吧？哦，第一次录的时候，是的，一哥会怎么选？那应该是二，应该是二，二吧，二吧。跟发型有什么关系啊？就是他那天发型好就会开心吗？每天最开心的时候，做节目要比我，真感觉很有可能会。好，我期待，我期待着。沈月。 你最喜欢的发型是哪一种？哇！中午我选了五，只有他一个人选了五。就我化型的吗？我那天早上我做的很精致，我穿戴了一个眼镜在上面。发型。 发型不是造型，我把帽子摘了，谁知道你没这个发型啊？我给他录了一天，我都不知道他里面有个发型。别看我，别看自己，别看自己。 那是因为我最满意二，是吗？在仲夏夜里浮现。被新闻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我叫魏大勋，嗯，真的假的？身高。我想说了，我想说了。第一个作品《流星之吻》，《流星之吻》是一个综艺。你原来是一个组合吗？啊，你那个团叫什么名字？团。 逼个什么？逼个怪还是什么？逼个。Mr. Bio，D.I.O。第一部戏的。李兰迪。立国。这个不错。 蟹跟那个西施豆腐，西施豆腐，一道一道一道看一下。你两个问题啊！对呀。
白回答你了。头围六十六真的有点夸张了，他一看就对头围没有概念，不然也不会说六十六出来。那我就原谅你了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演员，以后大家可以多多合作。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搭档完之后，你的搭档还会在外面一直的夸你，就证明你真的很好。所以我觉得他是真的很好，就是第一次在小巴车上面问我他的演技怎么样嘛，虽然那是他的任务，我当时迟疑了一下，但我心里是真的想说他是一个很棒的演员。沈月可能知道，那沈月他演的好吗？对，他真的很好了一下，但我心里是真的想说他是一个很棒的演员。